立法院长游锡堃敲锤宣布，倡议14年的原住民族健康法三读通过。这是一场打了十几年的战役，历经多次协商与说明会，终于在今年5月26日立法完成16条条文，就是要消弭原住民族长期面临健康不平等的现象。然而，法条通过仅是原住民族健康的第一里路，接下来如何执行并完善未来的99里路，众所关注。请锁定本周五晚间10点，立马新闻世界。